政府部门有一句标语叫做"给电动汽车充电就是给地球能源充电"，这是因为电动汽车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日前，各种电动汽车和相关设备齐聚一堂，这就是能够阻止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排放的电动汽车。连好充电器，就能通过交换器以合适的电流给汽车充电。目前，环境部、首尔市和韩国环境工团为了建设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正在共同进行的一个项目。작년에는500여대의전기자동차및충전인프라가구축되었으며올해에는2600대의충전인프라구축을위해노력을하고있습니다충전인프라가구축되면전기자동차보급이활성화되어 CO2 감축및대기질개선이기대됩니다这是为了有效利用电动汽车测定电压和电流等数据的机器，由于可以分析其效率，在研发过程中非常有用。聚集了各种电子设备和环保型电动车的电动汽车和电子装备博览会2012于本月17日在 COEX 拉开了帷幕。전기차와관련된전기차이륜차부품소재충전인프라등전기차와관련된전산업에서참가를하고있습니다그래서전기차와관련된산업교류를목적으로하는비즈니스전시회입니다本次活动展示了各种电动汽车零部件原材料和分析机械等还展出了100%纯电动公共汽车此外还举办了进军海外市场战略研讨会给韩国国内电动汽车相关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帮助电动汽车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阻断大气污染物质释放为了使其在今后能够更加普及坚持不断地进行研究开发十分必要